大家讲怎样更换联想显示屏的视频。首先把屏幕拆下来，给你看后面。后面这里有一个胶带连接，首先用剪刀把胶带给剪断。这要慢一点，否则会伤到线。然后呢，会发现在这里有一个小卡槽，用螺丝刀从后面小心点把卡槽粘给翘起来，然后向前慢慢的推动，这样显示屏就成功的拆下来了。